2023年 PCB 唯一成长的终端应用，车用 PCB 产值大成长，三档概念股中鼎这样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这集的操盘手之路，我是谢中鼎。时间过得很快，2023年咻一下又到了金九银十的光辉季节。过去每年进入这个时段，消费性的商品总会迎来一波热销时刻，这是过去农业社会在丰收季节后留下的消费习惯。然而今年在升息循环、乌俄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持续影响下，总体经济接连遭遇逆风，也让消费性的商品全面衰退。此时身为电子工业之母的 PCB 产业自然在今年承受相当大的压力。然而在逆境中，受惠全球电动车的产业趋势，再加上汽车电子化的程度持续提高，带动车用 PCB 持续成长，成为今年 PCB 唯一成长的领域。这集中鼎就带各位同学一探台湾车用 PCB 的产业概况，另外再分享三档概念股给大家认识。因此还没按下订阅频道的新同学，赶快给他点下去，老同学顺便帮我们点赞分享，一起用流量支持中鼎，分享更多的投资机会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上课了。根据工研院产科国际所近期的报告显示，受到全球通膨、升息循环加上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，导致终端市场需求疲弱，让下游各产业的库存去化缓慢，影响 PCB 持续面临降价压力。不过随着持续进入下半年， IEK 预估第三季台湾 PCB 产值虽然会年减两成，但是会端出季增 19% 的水准。其中汽车相关应用领域因为市场需求大，渴望成为 PCB 今年最重要的成长动能，预估2023年的 PCB 车用的部分年成长会有将近 15% 的幅度。中鼎这里帮同学们整理出六家营收占比高的公司，希望进一步带同学认识这项议题。其中以劲鹏的营收占比最高，有85%是用在车用领域，定影则是紧追在后的70%。所以一聊到车用 PCB， 就一定少不了他们的参与。再来则是2402的亿嘉科技，他们家用 PCB 的软板品项拿下一定的产业需求，因此也有将近65%的营收占比，预期下半年有望冲到70%。而过去我们在第46集分享过的建鼎，虽然营收占比在6间供应链中相对比较低，但是出货金额却是6家中最大的。最后看到汉明集团旗下的高技，虽然高技是6家中营收占比最低，但是20%的营收占比全都用在时下最夯的电动车上，这也是高技在车用领域的最大看点。OK， 中鼎说了那么多，其实就一个重点，那就是，get 期的现象已经出现了。近期随着机构法人纷纷端出看多车用 PCB 的报告，自然带起了相关的行情，也让整个族群慢慢出现 get 期的苗头。不过在节目有限的时间里，这集中鼎先跟大家分享劲鹏、定影和亿嘉3间高营收占比的公司。如果还想听后面3间的同学，就多在底下留言，最好是老定九老咖阿木九阿八。总之只要越多人留言想听，中鼎就越快来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赶快看到这集的第一位主角劲鹏。前面提到劲鹏高达85%的营收来自车用市场，因此公司的营运绩效基本上对标全球车市的景气荣枯。公司从2005年切入美国福特汽车的音响仪表板的车用 PCB 开始，逐步的跨入引擎、刹车系统和 ABS 等关键商品。根据2022年的年报显示，公司在欧美地区的营收占比将近60%。然而今年上半年，公司受到客户库存调整，加上欧美车厂缺工又缺料的负面影响下，让劲鹏的营收表现欠佳。即便到了第二季，营收也只比第一季微幅增加。不过同学先别失望得太快，因为相比营收，获利的改善速度就快多了。
第二季除了有汇兑收益以外，最重要的是中国厂人力成本出现显著的改善，加上泰国厂的整顿渐入佳境，缩小亏损，凸显公司的管理效益，因此第二季的获利大幅优于第一季。展望下半年，法人认为劲鹏将持续受惠管理效应的提升，同时在价动率逐步从70%往80%靠的情况之下，第三季有望端出营收季增5%来到43.77亿 ,EPS 是季增13%到0.39，获利持续提升。那以上的资讯就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。接下来我们看到3715的定影，定的产能主要在中国，分布昆山以及黄石两大产区，其中又以黄石厂的自动化程度最高，是公司营运发展的重心。关于工厂自动化的议题，智慧的智，钟林曾经在第36集跟大家分享过，有兴趣的同学不妨回去看看。其实工厂自动化的最大效益是降低人力成本，长期来看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，不过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初期投入的金额大，过去公司几年受到疫情下游缺工缺料等负面影响，加上公司持续做产线自动化升级和产能扩张，让定影在2023年以前的经营非常辛苦。然而自从2022年第三季黄石二期厂的产能开出以后，情况就不太一样了。同学，你们从钟林帮大家准备的毛利率变化图就可以看到，除了毛利率持续拉升以外，第二季毛利率 19.9%， 也将近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劲鹏毛利是一倍，证明自动化确实有它的好处。今年下半年除了黄石厂会持续做产能去瓶颈以外，高阶车用的新板材也会陆续开出，而产品组合越来越好，自然有力提升未来的获利。同时定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基点，那就是电动车的营收占比。这里钟林要帮同学们建立一个观念，那就是每台纯电车的 PCB 产值一般是燃油车的5到6倍，而定影供货给电动车的营收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 8% 逐步提升到2022年的20%，预期今年还会再拉升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定影的毛利可以高出劲鹏将近一倍，而定影的车用客户也很明确，就是特斯拉跟中系的电动车厂。原本法人普遍考量定影受惠电动车的影响，评估今年 EPS 应该会端出3元的表现，没想到定影不止在车用领域强，他布局 AI 用的 DDR5 板材和 AI 加速卡板材也会在明年开始出货，大大拉升法人对2024年的获利预期。展望明年，已经有法人喊出6元的 EPS， 相较今年是一倍的获利涨幅，一样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。最后我们看到以软板为主的一家公司，最大的利基点是配合友达和群创切入车用智慧座舱的市场。公司过去主要经营的策略是软板和机构零组件的开发，根据2022年的年报显示，当年度两项业务分别是 76% 和 24%， 但是随着智慧座舱逐渐成为新时代汽车的标准配备，加上大客户友达和群创在全球攻城略地，让公司的车用营收占比从去年底的6.5%一路拉升到七月底超过80%以上，而公司的营收获利也一路反映的这项趋势。一家八月的营收7.95亿，续创今年新高，同时也是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。重点是，同学们听好了，公司自觉七月的单月 EPS 是0.21，已经超过第二季获利0.4的一半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自然会刺激股价的表现。同时因为公司在车用领域持续扩大业务版图，从过去单纯的软板一路延伸到软硬板的 SMT 代工，并进一步跨入车用模组，预期明年就会开始贡献营收。一般来说，车用产品考量安全性的问题会有比较长的验证时间，不过只要顺利切入，就等于拿下长期的订单。预期一家长期受惠车用领域的情况高，因此同学们不妨把公司也纳入你的观察名单之中。好了，这集的全部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，几个重点最后钟林帮同学们整理一下。第一个，
随着全球车用电子化的程度逐步的提升，带动车用 PCB 持续成长，也成为今年 PCB 唯一成长的领域。近期随着机构法人纷纷看多车用的 PCB， 钟麟提醒各位同学关注接下来的族群 get 起的现象。第二个，这集分享三档车用营收高占比的公司，其中劲鹏的占比最高，不过要留意公司的主力是放在燃油车。而电影除了切入特斯拉的自驾系统，明年也有望出货 AI 伺服器用的相关板材，让法人大举拉高明年的获利预期到成长一倍。最后则是 PCB 软板的一家，受惠客户友达、群创在全球车用面板攻城略地，在智慧座舱逐渐成为主流的趋势之下，有望拉升一家今明两年的表现，同学们不妨也纳入观察名单。当然钟麟也会持续分享更多的行情，所以还没按下订阅的新同学，最后提醒你一定要按下订阅，老同学也要帮我们按赞分享。我是谢钟麟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，拜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